布拉缴出36分、30篮板，成为联盟第一人。记者称智取舍。记者卓嘉平新北报道，达兴此役面对台银，哈拉连线在线，布拉缴出36分、30篮板，恐怖的双30纪录。苏奕杰也有18分、7助攻，助队中场以94-79用胜利庆祝纪录页。上半场苏奕杰、布拉各攻下10分、17分，达兴带着8分领先进入下半场。对位上布拉有身材优势，台银则大多依赖杨江贾西亚进攻。末节双方差距越来越大，台银提早把贾西亚换下场。但此时布拉却仍留在场上，达兴教练团希望帮他达成30篮板心愿。本季布拉曾抓27篮板，教练则换他下场休息，这次再度出现机会，布拉一元双30美梦，这也是 SBL 联盟第一人。布拉表示，生涯第一次完成双30，感觉很棒，这并不容易，希望纪录不会被破，一直留在 SBL。台北达兴苏奕杰又强攻杨将，记者陈志取舍。